哎，老陆，什么情况？尸体是两个小时前被几个驴友发现的，可惜脚印被破坏了，没办法，尸体没人动过，等着你呢。带信人了。你好，我叫顾初，重案一组罗驰。啊，罗队你好。 陆老师，他们是在痕检吗？这还用问吗？还需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他们怎么拍照啊？嗯，这个不用，这个我知道，老师教过，先拍场外远距离，然后是大环境，最后拍尸体原始像。我没问你。不对，红四人啊，发了一张身份证。小雪。 不会是那个大提亲家小雪吧？小雪，还真是她，她跟我是同一所大学的。证物可以乱碰吗？死者，女性，年龄25到35岁，目测身高1米60到1米65。 头发浅棕色，黑色职业套装。根据尸体僵硬程度推断，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11点到今天凌晨2点。罗队，我在这排查了一圈，附近没有住家。离这直线不到200米的距离，是一条省级公路，来来往往的车太多了。 我让萌萌去调取附近的监控，看这附近有没有可疑的车辆。死者很可能是大提琴演奏家萧雪，你去核查一下。萧雪，我明天还要看她的演奏会呢。演奏会是看不成了，快去吧。OK。 死者身上未发现抵抗伤，损伤主要集中于颈部和面部，颈部是一条很深、很细的锁骨，造成了皮肤严重创伤，推测应该是一条很细的绳索，也有可能是金属线吧。我没说错话吧？没错，死者很有可能是先被勒死。 后被吊起，伪装成自杀。取新血，送去毒理那边化验。你好，我是来交样本的。经过检测，死者指甲缝中残留物含有苯的成分，很有可能是木器表面上的油漆。 新来的，你先没见过你。哦，我叫顾初，是陆法医的实习生。那你死定了。啊？辛苦死的呀。我不怕辛苦。跟你开玩笑呢，他人很好，就是有点工作狂而已。怎么称呼您啊？叫安。安安。 姐，安老师，别叫老师，我又没教过你什么，老师还给我叫老了，我叫于江。于姐，行，这个毒理化验报告啊，明天就能出来，很快的。好，在死者颈部勒痕上发现微量金属，检测结果是白银合金质地。
陆老师，样本送好了。我现在需要一组大提琴弦。现在？好，我现在去找。喂，姐，怎么了？你们音表专业的同学有没有学大提琴的？我不认识什么音表专业的。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现在立刻马上帮我找一组大提琴弦，我有用。两个样本所显示的金属频谱非常接近，都是白银合金，结论是死者创口上发现的微量金属有可能是来自于大提琴琴弦上的弦丝。大佬，罗洛，有什么发现？罗队，根据目前尸检的结果可以判断死者是他杀。凶手先是用大提琴弦将被害人勒死，再把他挂到树上伪装成自杀。我们发现现场没有死者的鞋印，如果是自杀，不可能没有他的鞋印。另外，凳子上虽然有死者的指纹，但是位置不对，不像是死者自己搬的，倒像是有人拿着死者的手故意弄上去的。南山位置比较偏，山上也没有摄像头，我已经派人去调取了离案发现场最近的监控录像，不过希望不大，附近的车流太密集了。哎，你说，大提琴弦能吊起一个人吗？可以啊。最粗的 C 弦就可以啊，但是承重过度，有磨损的话就很容易断，所以尸体就掉下来了。嗯，你说的这根琴弦还没有找到吧？这么晚了，你们还在加班呢？一会儿要不要一起吃个小龙虾？好啊，好啊。太晚了，我不想吃了，你们去吧。啊？那你俩呢？那就下回吧。行吧，那改天吧。拜拜。来。两位老师，我先走了，再见。哎，再见。哎，老陆，我今儿没开车，你捎我回去。可以啊，先陪我吃点东西，饿了。哎，你刚才不是说不吃吗？少废话，你跟那个实习生什么情况呀？大成，跟你介绍一下，滨海大学医学院来的研究生，您帮忙带一下。北山，你别误会，你说的陆北山，五年前已经去世了，我是他哥哥，我叫陆北山。北深，喂，小周，我正在赶去现场，您要等我啊。那
我跟云霄已经订婚了，你以后不要再打给我了。小朱，我知道你结婚是迫不得已，我知道你心里有我的。没事，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说，来，我们再拍一个啊！说。He was a wonderful person and will be missed by his friends and relatives. I know that wherever he is, he's happy and at peace. Sorry. 你让我进去。李深。My deepest sympathy to his family during this difficult period.罗队长，这个就是萧雪生前的房间。房间我一直没有退，我还以为他会回来。您最后一次见萧雪是什么时候啊？前天下午，我陪他排练，排练完我就离开了，然后我就没有见过他。萧雪是什么时候离开酒店的？具体时间我也不太清楚，我记得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来敲门，他已经不在了，然后打他电话他也没接。昨天晚上有演出，我一直打他电话，他还是没接，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最后排练的时候有什么异常吗？没有。你知道他最近有没有跟谁关系不太好？萧雪本性很善良，对人也很有礼貌，他从来不和别人吵架的。萧雪的大提琴在哪儿啊？可能被他带走了吧，那把琴对他很重要，他经常带在身边。咱们视频监控都是好的吧？是好的。经理，萧雪走了之后，除了我们，还有谁进过这个房间吗？没有啊，客人按了请勿打扰的灯，所以我们不会有人进来打扫卫生的。我没有这里的房卡。屋里没有任何打斗痕迹。应该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卧室表面也看不出来有其他人待过，不过指纹也要比对好才好说。去调一下3月2号酒店的监控录像，时间是16:21，果然是带着大提琴走的。他心情不好，而且一直低着头走，有心事儿。莫先生你好，我是刑警队罗驰。你好，想找你了解点情况。您就是萧雪的助理孟健是吧？对对，我是。萧雪失踪前一天，她在做什么？前一天？哦，那应该就是3月2号，那天下午1:30，学姐有一个粉丝见面会。各位雪球，让大家久等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萧雪。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我的粉丝见面会，谢谢各位。不过那天学姐的心情好像不是特别好，原定1个小时的见面会，结果很快就结束了。学姐，你看起来很累，要不您先休息一会儿，过会儿再去排练吧。先休息15分钟，别打扰我。好的。没想到，我就去了趟洗手间的功夫，就听到休息室那边有人在争吵，我就马上赶过去看，原来是个黑粉，他在那骚扰学姐。我就赶紧通知了保安，让他们过来把那个黑粉赶走。学姐，你没事吧？要不您再休息一会儿吧。就是这个人吗？对，就是他。当时有没有报警啊？没有，当时看他还是个学生，登记他的学生证，批评教育一会儿就让他走了。
叫什么名字？顾思。多大了？21岁。职业？平海一术学院3年级学生。3月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半之间，你在哪儿？我在平海国际大酒店参加萧雪的粉丝见面会。你是萧雪的粉丝吗？是。见面会结束之后，你去哪儿了？我就离开了。你没有离开，你去了萧雪的休息室。我是去了她的休息室，但是我只是想要一张签名照，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向我发脾气，所以我就顶撞了她几句。是这样吗？你所说的跟我们了解的有些不一样啊。你说，你是不是去找过她了？你以为你是谁？我凭什么要跟你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说你是小三。你再说一遍。我说你，你不要脸，你就是贱人，你才不要脸，你就不要脸的小三，你才不要脸。我派人过来。你什么人？拿我！你敢敢告诉你小三？你出去！你是谁？你滚过来！你滚！放开！小三，不要脸，就是不要脸。快走，快点！你再这样，来见警察，我要告你！你不会是他拉的？你是。我那天是去找他吵架了，但是我只是一时生气，所以就乱骂了他几句。我根本就不可能杀他。你和萧雪吵完之后，当天晚上你去哪儿了？我就在家里。整晚都在家？整晚都在家。没出去过？没有。谁可以证明？我姐姐。我们需要用一下你的手机，你所说的，我们需要核实一下。老师，不好意思，昨天没睡好。干我们这行就是这样的，忙起来没日没夜的。我劝你还是早点知难而退吧。我没事，我不困。不困就帮我跑腿，把文件送到楼队那边。嗯，好。嗯。喂，你好，哎，我是。什么？我现在就过去。陆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妹妹在刑侦队，我得过去一趟。哎，罗队，这是顾思的手机，你查一下他3月2号晚上的通话记录，再查一下他最近有没有正在交往的男人。好，我现在查。罗队，顾思怎么了？顾思是你妹妹。是，他到底怎么了？没什么，顾思是萧雪案里的关系人，我们请他来问一些情况。萧雪，他跟萧雪什么关系啊？你别紧张，我们只是找他来协助调查，没说他是嫌疑人。我明白，人命关天，我绝对支持他协助你们调查。不该问的，我不会多问一句。但是罗队，如果你们没有更多的证据指控他，我立马带他回家。好啊，你就是证据。我？你知不知道顾思最近有没有在交往什么男人？交往？他没有跟我说过他有男朋友啊。3月2号晚上你在哪儿？我在家。一个人吗？一个人。那顾思呢？他跟我说他在宿舍，一般不是在家里睡，就是在宿舍睡。好了，我的问题问完了。
罗队。嗯。罗队，这是顾思手机案发前后几天联系过的人，电话和微信都在这儿了，有他的大学同学、室友，还有送快递的，还有淘宝买家，信息很多也很繁杂。初步筛选排查没发现小雪的电话，也没发现有什么频繁联系的男人，所以暂时没有什么可疑的通讯。把时间范围扩一扩，继续筛查。你找我肯定是有大礼包要给我，超大的。凶器的事情有进展了，萧雪脸上的咬痕，一证实，是猴子造成的。哟，原来是猴哥。所以我怀疑那根琴弦是猴子带走的。国超，马上安排搜索队到南山找。OK， 等会儿，问一下野生专家，猴哥们在南山都住哪儿？得嘞。好啊，那天晚上我们都在宿舍啊。你们那天都干嘛了？能跟我说说吗？那天晚上我和佳丽在宿舍。哎，那个思思电话。喂，思思，怎么了？哎，哎，顾思，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呀？啊，没有，放开我。听话，你们跟我一块喝。我喝不了吧？我都不跟你闹，我死别喝了，赶紧回去走啊！赶紧啊，听话。哎哎哎，你过，不，没事吧？喝多少这得？没事吧，顾思？你让你跟我抢强哥是吧？我让你跟我抢强哥，让你跟我抢强哥，让你跟我抢强哥，赶紧跑呀！赶紧跑，快快走，快跑！罗队，查了一下车牌，车主在外地还没回来。这个地儿离南山开车至少要1小时40分，来回3个多小时的路程。从小雪的死亡时间来判断，顾思不太可能在砸车前后杀人抛尸。罗队，姐，好了。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的嫌疑，你可以走了。但是，你故意损坏他人财物，虽然人家车主没有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但是人家的经济损失你还是要赔偿的。我一定赔。等车修好了，让车主给你报价。嗯。顾思，记住了。不要在警察面前撒谎，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知道了。队长，有发现。哎，江主任。北辰呢？啊，陆老师出现场了。是这样，南山派出所打电话过来说，他们的人找到了那根被猴子拿走的大提琴弦。是吗？那太好了。让我们的人赶紧过去拿。嗯，那我去吧。好，赶紧的。哎，好嘞。那我先走了，谢谢。慢走啊。陆老师，证物我已经拿到了，我现在准备回去。喂。喂，处啊，我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我让警察给抓了。什么？
你现在到哪儿了？全生，你的担保人还能不能来了？浪费我们警力。哎，臭猪，想死我了，来抱抱。你怎么了？来这边签个字。打了一个平凡无比的小架。是这样的，他需要签个字，然后是什么暂缓执行担保人。你又打架，你能不能注意点公众形象？回家再说，家长现在来。行了，我要赶紧回去啊。急什么呀，我送你啊。哎，不用了。哎，我包呢。哎，对，你包呢。就是一个黑色的双肩包，就是皮质的，然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麻烦你再帮我找一下。很抱歉，我们真的没有看到那样的包。喂，陆老师，怎么还没回来啊？我把证物袋给弄丢了，麻烦您再等我一下，我一定会找到他的。你在哪儿？我在码头。别急啊，咱们再分头找找，我也去找啊。东西找到了吗？还没有，我本来是要回法医中心的。就先找东西再说。艾达，这个包是从哪里拿的？给妈妈好不好？这个是别人的，我们要还回去，好吗？不要！顾叔，包在这里。这是别人的东西啊，不可以拿的。让一下，对不起，对不起。让一下，对不起。妈，让一下，这是别人的东西，妈妈生气了。对不起，对不起，来，让一下。给妈妈，我的包。对不起，对不起，你看他不是有意要拿的。听话，艾达，艾达，快给别人，这是别人的东西啊。艾达，这只小狗叫乌龙，姐姐把它送给你好不好？来。拿着吧。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外出啊，你在哪儿呢？啊，我在大厅，东西已经找到了。啊，找着就好。那我现在过来找你啊。啊。拿到物证，不是应该马上送去法医中心的吗？你来这里干嘛？我朋友出了点急事儿，所以。什么朋友这么重要，能让你把证物都弄丢了？是强于翔，他遇到了点麻烦。现在真正遇到麻烦的是你。